The Chinese General Hospital and Medical Center held a lay for room 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eart disease. 中华崇仁总医院暨医学中心举办心脏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的医学讲座。2024年8月3号下午2点，中华崇仁总医院及医学中心举办一场以专家谈心、心脏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为主题的医学讲座，吸引了近200人参加，现场气氛热烈。这次的讲座特别邀请该院心脏病学专家李世明医学博士、王佑妹医学博士和陈富进医学博士担任主讲人。介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病因、症状及预防措施，并探讨心血管疾病的诊断方法以及介入性治疗，为与会者提供专业且实用的心血管疾病知识。菲律宾华侨善举总会董事长卢祖印首先致欢迎词，他表示，中华崇仁总医院及医学中心的心脏中心聚集菲律宾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医师，医务专家们坚持以民众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辞劳苦，无私奉献本身的专业知识和医疗经验，举行医学讲座，传递科普医学知识。接着，由李世明医学博士介绍中华崇仁总医院心脏专科中心所提供的各项服务，透过影片展现心脏专科中心有心脏检验站，以提供各项非侵入性的心脏检查，如心电图、2D 超声心动图、24小时心电图监测等，也有心导管室，以提供介入性诊断和治疗，如血管成形术、支架植入术、先天性心脏缺陷封堵等。陈富进医学博士介绍了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并以房子作为比喻，心脏的管道系统是血管，堵塞会引发冠状动脉疾病，结构框架是心脏瓣膜，出问题会导致瓣膜性心脏病，电线系统是控制心跳的电信号，故障会引起心律失常。理解这些系统的重要性，有助于人们保持心脏健康。王佑妹医师则讨论各项心脏疾病诊断的检验，包括从医师询问病史、病患进行的体检、血液检查、心电图、X 光、CT 扫描和其他先进的检验项目。他也描述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其中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吸烟和家族史。李世明医学博士重点介绍了各种心脏疾病的介入性治疗，其中包括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及使用经导管夹喝器技术治疗严重功能性二尖瓣逆流。他还分享了心脏专科中心的近期成就，包括今年4月成功完成菲律宾首例使用爱德华兹治 THV 瓣膜进行的 TAVR 手术，以及该中心的佘真真医学博士作为首位在菲律宾为严重三尖瓣反流患者进行经导管双腔瓣膜植入手术的医师。中华崇仁总医院及医学中心院长洪鹏生医学博士致谢词，感谢三位主讲人，更感谢所有参加讲座的民众。医学讲座由吴荣宗医学博士担任司仪，最后的抽奖活动有30位幸运得奖者获得了该院心脏检查的礼券，为活动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China Town News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